主啊，我哋欢迎你，耶稣，我哋需要你，求你打开我哋嘅心门，打开我哋嘅心门，让我哋依靠你，尊崇你。神一定喜悦嘅，神一定欢喜我哋嚟到你面前，神一定欢喜嘅。多谢耶稣，我哋喜悦你，多谢天父。我哋第一首诗歌咧系。你將我聲音教細了他、全憑恩典，這裡住不到啊，填海那麼主要你讚美你，多謝你的恩典，叫我們在你的殿裡面站立，去瞻仰你的榮美。主，我們默想你的好，耶穌，你是對我們好好的神，你是好愛我們的神，多謝讚美你。全憑恩典，我被你揀選了，為求此生再次看真
心是依靠你，哈利路亚。神，你的恩典每天够我们用，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神啊，我有你就足够，几困难都好，我们有足够的恩典，任何的困难之中我有足够恩典，我就放心放手，哈利路亚。多谢耶稣。我们有担心的，担心经济啊，任何的困难啊，神啊，你是将来去到天堂不需要向我们道歉的，即是说他一定会做最啱的事。神呢，给我一个观念，将来去到天堂不只是我们交账，神都会交账，不过神呢不是出于必须，而是他出于呢交代，他会告诉我们，我曾经帮你，每一个人他都告诉我们，你看我做了多少事，到时神不需要说对不起，我忘记帮你，神不需要道歉，因为他是做了超过我们所需要，不过是我们有没有拿他的恩典，有没有信靠他，有没有亲近他，所以我们深信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，你的恩典每天
神曾经怎样帮助我们，以后都会怎样帮我们。但神的帮助未必在我们认为我最想的时候。有些人说我很想快点结婚，神会立刻给一个太太或丈夫来的。神有他的时间，神的时间才是最好。或者神说你好像保罗单身服侍我更加好，那有些人不制又不制又不行。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希望我们深信神给我才是最好。当我们听话的时候，他将最好的给我们。奇异恩典，奇异恩典。世代最困难的时候，我知道你时时同我们一起，我们就完全不需要惧怕，我们就可以荣耀你的圣名。当我们荣耀你的圣名的时候，神就喜悦，神就会保护。有很多人很害怕末世怎么算呢？越是听话的基督徒，神越是保护的，也都越是提升，越是将我们提升到一个最高的层次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渴慕行在神完美计划，行在神完美计划，无论在平安日子或者大灾难的日子，都是最蒙福的人来的。主，我紧靠你，靠紧耶稣，相信耶稣现在在我们旁边，你就挨住他。耶稣，我紧靠主，主啊，我紧靠你。主，you、yeah.
求主帮我哋欢喜耶稣，欢喜耶稣，中意耶稣，喜悦耶稣。神啊，我哋开声同神讲：我欢喜你。神啊，欢喜你。冇人像你啊！冇人像你，你系最好最好嘅。求主帮我哋全心喜悦你，欢喜你。当我哋以耶和华为乐，神就将我哋心里所求嘅赐俾我哋。又将我哋承架在地的高处，有神的话是最好的。多谢天父帮我们喜悦神，欢喜神，做神所喜悦的事。我们一生就不用担心，无论你的前途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健康、你的婚姻，一切都在神的掌握。神一定喜悦你，神喜悦你的时候，他将最好给你，因为神要使用你，更大的提升你。而很多时候那些人不跟从神，他受苦第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他发猛疹，他发脾气，他埋怨，他跟人关系不好，所以他的生命就很多破口，很多的痛苦。第一就是因为他生命的罪带来了痛苦。但是当我们听神话的时候，神的恩典一定会临在，一步一步会临在。多谢天父，感谢耶稣，我们多谢天父。